来就是我身上的上衣啦，这个是今天销售冠军啦。好，这件上衣有型又好看，又有今年最流行的奶茶色，还有基本的黑色。首先它整件衣服其实蛮标准的，长度是正常的衣服的长度，再来中间的条纹是弹性的，再来呢手袖的位置是做了雪纺纱接上缎面的材质，所以有没有发现肩膀它是坠落下来的，它不会像公主袖这样蓬起来，所以呢我们的肩膀是窄小的，领边呢我觉得做得很刚好，不会套太低太高，那这个呢可以绑哦，因为它是弹性的，所以你今天如果想要俏皮一点的话它是可以绑的，然后如果像我今天穿西装裤我觉得好像不太适合绑太高的时候，我就会把它扎进去。平常喜欢穿牛仔裤的话，比较休闲感的话完全 OK 哦，黑白就很时尚耶，就是不论搭什么裤子，牛仔裤还是这种西装笔挺的裤子都很好看，我觉得这样子啊把这种条纹的衣服搭在里面我觉得也很好看，它就是走入 不太一样风格，因为平常我们都会穿洋装啊穿什么的，所以即便是你要搭这个裙子或是搭牛仔吊带裙也都可以，然后把它放在里面，你看到、啊、它这个袖子这样自然垂坠就很可爱，跟你平常穿衣服风格不一样，而且非常非常的韩风女孩。